传说有个游戏名叫第五人格，是在 BOJ 横行的世道中拔地而起的存在。只要你进入游戏，就会变成一个小人，在看不到尽头的赛道上一直奔跑，无形中好像有一只手在推着你，让你被迫向前再向前。传闻说赛道上你走过的每一步都会被标记上数字，只要走到1528步就能够获得逃出去的机会。但是每当你心有疑虑想要探究真相时，脚下的数字就会被打乱，随机分配。走到100步了吗？不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快到了吗？不，远远没有。那后面的路呢？后面的路，后面哪里还有路？